高三甲班的各位听好了，这是来自老师们的祝福，希望大家以后继续努力，朝目标前进。各位毕业快乐！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。各位同学，恭喜你们的学习告一段落，爸爸就要放手，让你们振翅高飞。Remember one thing, do things right and do right thing。希望呢，协同今日你们以协同为荣，他日协同以你们为荣，加油！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，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。好久不见。